记上人的叮咛，头顶别人的天，脚踩别人的地，我们会懂得回馈加拿大多伦多弟子，铭记在心，更会恒持出发心。护局是一样的，恭喜哦，感恩啊。所要说的恭喜是人人啊都很用心的付出，每一项的付出呢都有所收获，常常听到了获奖，常常看到了这个案的成功，能健康解除他们的病苦等等啊，这都是为人世间奉献啊，一个个的都能让我们呢很放心。昨天的那孩子呢，他一生出来总是罕见病例啊，一生带来呢的病痛折磨的他，让他脚步骑行啊，让他呢腰部有瘤啊，他平常都一直说头痛，而且呢这个身体也痛，天天都在喊痛啊。家里呢实在也是呢很无奈的，可是人间菩萨发现了啦，贵人，生命中的贵人出现了啦，辗转的呢就把他送回花莲来，来台湾在花莲看他的生命啊都已经呢翻转人生了，多少人的疼惜爱护着他，陪伴着他，为他开刀，有几个科啊都是为他这样的关怀，这样的付出。四个多月了，四个多月他终于呢可以出院了，脚步也矫正了啦，现在呢就是在等待着恢复，所以现在都不痛了啦，他都在笑啊，现在是等待呢他的恢复复健啊，需要时间呢让他恢复体力，这个
这个脚的脚力呢，要让它慢慢训练出来的。我们也帮他呢联络到了当地的医师们，当地的医院呐、啊，能跟我们来互动，这都是爱的激励呀、啊。期待呢，这样的孩子能在慈济的疗治爱的能量下陪伴他长大。这么漂亮、这么可爱的孩子，他有未来灿烂的人生啊，应该是没问题的啦。哇，这疫病间啊，如父女一样的哈、哦，真正是很疼惜哈、哦，爱惜众生如次子哈、哦、的爱的家己的幼小的囝，真的是不简单呐、啊！这就是欢喜，真的很恭喜呀、啊！这过年前呐、啊，是给一个很大的喜信礼物啦，很多的感人的事迹哈，在一年当中呢，真的是说不完啊，很多你们都不说，也没有拿出来呢，给人家知道的，好事要多传呐，真的要爱的能量才能。开阔更广更大，让人人呢来同时同心力来付出，这都是要让人人了解。那看到在台湾到处都在准备过年呐、啊，嘉义呢有一个94岁的林老先生呐、啊。他是独居啦，那视力不佳啦，而且呢，最近时常跌倒了啦，所以慈济人特别的到阿公的厝吼，就跟阿公啊一起围炉。阿公哦，看到慈济人来了，而且呢像儿孙一样的回家。整理家庭啊，那下厨房啊，哇，煮个一道，足澎湃哦，哈、啊，他开心笑了啦。的确，这都是呢，菩萨的爱呀、啊，不分亲疏哈、哦，天下都是一家人。昨天呢，也是慈善与教育的团队在场，蔡执行长呢代替着教育那刘孝成居士，他代表慈善呢来说话哦，大家都有发心立愿呐。要为天下而付出，蔡执行长他也说，今年大家都是为叙利亚的难民孩子献铺满等等呢、啊，这都是爱的教义呀、啊，也展现在我们的面前，这都是紧接着慈济人呐、啊，还有在人文的在。推动万朵莲花哈，那由人文呐、啊、要改总结呢，过了农历年呐、啊、要举办呢音乐会，哇，人文呐、啊、都动员起来哦，一朵朵的莲花细工呐、啊、也表达出来了啦，等待着。过完了农历年了，他们要举行，欢迎大家也去参与这样的慈善音乐会哈，
万朵莲花，这是我们四大事业呢，慈善、医疗、教育、人文呐、啊，我们呢，大家都是为天下人、天下事而付出啊，很感动。